马兰市场是我很有感情的一个市场，所以我一直希望它在。我们看到很经典的东西了，蜗牛。对，这个台东牛肉。来喝百利达哦。青蛙。就青蛙里面的原住民叫做虎皮蛙，这个是阿美族啊，他们传统上很重要的食物。北族福建国。我放生啦，好比啦，大放送我跟你讲。市场好好玩。因为可以乱花钱很好玩。